我一生用钱就三个地方，最大数量的是印诵啊经论善书啊，我们印大藏经差不多已经快到10000套了。啊，好东西都印都送。啊，那么第二个呢？放生。啊，放生是随缘。有人做这些放生事业，我都随缘供养。啊，这是为我自己赎罪。我年轻时候在抗战时期，不知道啊这些事情啊，啊喜欢打猎，我打了3年猎，啊，所以我的枪法就练得很好，啊，几乎是百发百中，啊，我每天都打嘛，啊，学佛之后才知道，这个杀业太重。啊，所以一学佛就吃素了，就放生，啊，赎罪呀。第三种呢，就是布施医药。啊，我会在医院送一些钱，啊，专门给贫苦，啊，帮助他们买医药。啊，我这个钱大概就这三方面走的。啊，那么我住在澳洲图文巴。图文巴有一个市立的医院，我一年每年都送12万澳币。啊，这个12万是每个月1万块钱医药费，不是医药。另外有一个基督教办的一个临终关怀中心，办得好。啊。他在老人终临终的时候，他照顾很周到，他不分宗教，啊，我们用佛教仪式，哎，他就帮助你用佛教仪式，这个我们看得很欢喜。他缺乏经费来找我，啊，我觉得这个好，这个心量很大，不只是基督教，什么宗教他都协助，用平等心，我也是每年供养他12万，就是每个月1万块钱，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送去。叫无微不至啊，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不会害病的。为什么？没有医药费，医药费都布施出去了。啊，如果人家就买个医药保险，肯定他会生病。为什么？要不然他那个保险用不掉啊。啊，他心里头就有病啊。啊，这我们心里头没有病啊。啊，医药用的钱全布施了。这些，都是印光老法师教的。你看他老人家文超，啊，他老人家一生的心意，啊，自己平常就是一心念佛，啊，一心求生净土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，生净土就成佛了。保证的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我这一生讲了不少经，为什么不专讲净土经？我心里是想专讲净土经，不行，人家来要求，我自己没有道场。要知道，我学佛到明年60年的一家子啊，没有道场，到处流浪。啊，过的是流浪的生涯了，所以我看到有道场的人，我心里很羡慕啊，真难得！你看，你们可以坐在一处不动啊，啊，我是到处流浪，啊，所以哪个地方请就哪里去。住在美国虽然10几年，每一个地方跑啊，啊，一年总是走好多州啊。啊，在美国附近的，啊，上面这加拿大是我常去的。
啊，确实居无定所啊。好在常常也能够安慰释迦牟尼佛一生居无定所，我比他还强一点，我还有住处啊，还有房子住，他老人家住在树底下啊，没有房子住啊，所以很不容易啊。但是我把修学的方法啊，这个成就的一点经验，都在这个我们共同分享当中啊，给大家说明白了啊。一个人要想成就，真的是在个人，不在环境啊。有环境当然好，没有环境，个人一样成就啊。我修学的求学的时候是有环境，李老师的道场啊，老师在台中，他办了一个联社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金钟学会，他办了一个图书馆，慈光图书馆啊。我喜欢读书，所以在图书馆服务啊，做义工啊。除了这个日常工作之外，我可以有一点时间读书啊。我跟他十年啊，学经教基础从那里打来的啊。跟张家大师三年，我学佛的基础真正的根基是在张家大师三年啊，教我看破放下，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方向目标非常正确啊，我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修学根本的根本就在放下。他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的秘诀啊，看破就是明了啊，明了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更明了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啊。明了是智慧呀，放下是真功夫啊。啊，放不下就坏了，放不下你就一大堆的烦恼了，你不会有成就啊。啊，放下不要害怕。不要，我放通都放掉了，我明天生活怎么办？啊，不能想明天，不能想明年。这是一个出家修行人决定不学过的。明天还没有到，你想他干什么？啊，我还相信护法神。啊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护法神的照顾我。不照顾什么，他失职，哎，他就要撤职查办。那我真的修道吗？那你护法，你就在这负这个责任了啊。我要是自己就搞明文立养，那当然你可以不必护我啊，他可以不理我，我搞明文立养嘛啊。我今天一天求一心求道，如果我饿死了冻死了，你要不要负责任？有感应的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祝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我 啊！又何况老师教给我这布施，越施越多啊！啊，多了就得布施，所以这个太多了也麻烦。那想这钱怎么用法？啊，马来西亚一个信徒送了一笔钱，你看我都想了五六年，这钱怎么用？啊，送给我是个大数字，500万美金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常到国内去，啊，照顾老灾，啊，黄念老灾，我每年都会去两三次，
啊，去看看老庙。啊，宗教局对我也很不错。啊，陪到我到房山去看石经，我看了非常欢喜。我跟叶局长讲，我这里$500,000呢，拿来印这个石经，我说印1000套送给国家，国家可以作为礼物分送给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去保存，这很有意思啊。哎，他答应了，最后谈好多次谈不拢了，就不了了之，这个钱放在此地。啊，所以到前年我遇到一个机会，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《四库全书》，哦，这是个好机会，所以我就订了100套，1套50,000，100套500,000，书印好了，现在放在香港有40套，还有30套没交货，啊，另外30套送掉了，啊，澳洲送了10套，印尼送了10套，马来西亚送了10套。啊，好啊！啊，我原本是都想送个国内大学的，啊，好事情。啊，所以要没有钱呢，没有钱我就谢天谢地啊，就是头脑没事了。人家送钱来，我还在想怎么样把它用，怎么样替他做好事。啊。啊，所以没有钱最好。啊，这个钱多就多做这个好事，钱少做好事，没有是最好。啊，我不要操心了，再一心念阿弥陀佛了。啊，一切随缘，不要攀缘，你心是清净的。你要想做什么事，想找人，你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这对我们修学就有妨碍了。